情歹写甲落雪，才知已经十二月。一段感情爱甲无爱，才知你是别人的。缘分无求长短，离别若像风吹，不知阮的飞去对。一通电话安怎解释，听着妈妈的鼓励，伊讲感情不通勉强付出，过着是咱的春天开的红花，当地冷风在吹，一切拢是天赐。谢谢赖玉文，今晚咱就听看麦雅文老师安怎讲。玉文老师好，你自细汉声都是安尼吗？这么沙哑？对，就有一点哑哑的。对，这是你足大的特色，万中选一，这不是人人有诶。所以你的声音很有特色，你这么有特色的歌曲，歌声啦吼，你声音来唱这首歌曲，好感动人。很感动人的，尤其是观音的所在，你唱得非常好。然后我只会有点小小可惜你的低音，低音的部分，因为你声音沙哑，那低音的部分加上你的沙哑，它会更混浊，会更加弱，会听不到你的唱声，会感觉你一直低不对。所以低音的所在，你一定要请教老师怎么去克服它。譬如说不用压喉，不要压喉，然后你只要把那个字念出来，把那个字念出来，低音越低音的所在，你绝对莫对诶，不能这样对诶，有没有？把那个字点出来，那个感觉会更清晰一点。然后你整首歌的那个情绪啊、张力什么，我都非常欣赏。今天我觉得你非常有希望，谢谢老师。接着有请阿德老师讲评。先讲一下语文。老师好。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，其实你不是在说故事，你在说自己的故事，啊，所以你唱这首歌呢，有很多很自然的情绪表达，啊，然后虽然这低音的地方，有一档将一切收回啊，就是有一点 hold 不住，其他部分我觉得有一首歌能把你的人生故事唱出来，这个缘分就很棒了，啊，今天这个歌表现得很好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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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
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